我孟选手年龄29岁，身高168公分，体重60公斤，职业战绩21战18胜3负。2001年世界泰拳锦标赛 SMA 冠军，2009、20145届欧洲冠军赛冠军，2012 WKF 冠军赛冠军，来自乌克兰。看到康斯坦丁，他是连续5届的欧洲冠军，还有2010年世界泰拳锦标赛 FMA 的冠军。而他的打法呢，让我想到一个 K1 的之前一个老将叫 Gogan Saki。他的打法，我们看到，从他的时机的把握，包括他的速度，包括他的出招隐蔽性等等，而且他的身法非常灵活。直接的后手拳，我们看到他在出招的时候呢，也是遭受到了桑提的重击，但是呢，还是恢复非常迅速。刚才连续的两个后手重拳好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接着一个击腹的，让这个桑提啊很是难受。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对于双方来说，特别是桑提啊，他第一局开始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比赛的一个快节奏状态。我们知道很多的泰拳手呢，在第一个回合很多都是处于试探的情况，但是这场比赛桑提已经是全力以赴。一般来说，泰拳选手在第一回合都是慢的节奏啊，在这一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桑提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然后连续的中上拳，一个正蹬直接踹脸上了。在之前的比赛呢，还是其实是桑提的这种正蹬腿、主节腿，泰拳本土选手的这种非常强大的内围战和袭击呢，是毫不惧色，敢于亮剑。而桑提对于拳法方面呢，还敢于跟康斯坦丁进行对拼。我们可以注意看这个桑提的内围战，他可以非常娴熟的绕到对手，来不及闪躲。桑提我们看到像很多泰拳手一样，他是想要把自己呢非常，而且是觉得是非常自信，把自己放在一个绳脚甚至是这个绳边的这个位置，想要利用这个围绳的弹力为自己做成这个防守反击的效果。从一开始非常惊喜的就是桑提马上进入了比赛状态，但是在这个第三回合好像自己应该要发力的时候好像没有完全施展开来。是的，康斯坦丁呢是早已做好在第三个回合火力全开。好，第三回合最后10秒，互相换了一个膝，整场比赛结束。我相信啊，两场比这两个裁判正进行紧张的打分，因为两位选手表现都非常不错，但是康斯坦丁由于在第二回合被扣掉一分，也许有一些劣势。桑提也是一种稳操胜券的这种感觉啊。是的，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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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